没有用过了。然后在 OFV 突然看到，为什么多一个？就我以前的账号，然后我才发现他直接被盗了。而且他盗的方式很怪哦，他是先改你密码，把你信箱移掉，然后加一个新的信箱，很有然后这全部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所以就等于你直接就没了，很有心哎、欸。真的很白痴哎、欸！我说这个安全性也太烂了吧？可以改是什么意思啊？可以改信箱？We're all inside the ring. Fantastic. 对啊，我是知道这功能。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被盗了，很夸张。但是那个被盗是还好，主要是我现在是被自己搞到登不进，我觉得是最白痴。这到底什么设计啊？真的有被气到各位打架吗？啊？久违的打个长工。我这边有人，这边有，我被找到了。哎，他快死了！哎，我靠！看这边有一个吃饱，哇！前面有一个翅膀，什么意思啊？我靠了没？没了，救命！都没了。哦，看这个两边夹，搞帅、欸！我宁愿把甲送给他们，好爽，好爽！喵，喵边大师。可以，我现在 IG 一堆讯息哎，怎么办？我 IG 一直放在那边，有点不想用。有人用 IG 密我，有点不想看。其实有发 IG 动态，看一下。哎，卢克伯，操你妈的！I've seen the future. Now I just need to get there. Excellent. Time to destroy more opponents. Whoever said the sky is the limit never left the ground. 那个 IG 通知要怎么关掉啊？不知道，我觉得有点烦。我也觉得。Most of the time, on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and both of me are better than you. 普浩波，你可以加我一下我 IG 好友吗？ Yeah. 我用 IG 密你好了。无尽的嘲讽。好像没人啊！就跟普翁一样，一封信都没有。乱讲，他是很多信息，大家看不到。我说信，他那个 IG 寄的。哇，落地如果就给我这两把，谁打得赢我？我操！谁？手持301加卡落地这种谁打得赢啊？小帮凶，有人要吗？